大家好啊！今日咧继续喺 East Doncaster 中学嘅校区同大家睇楼。呢间屋咧亦都系继续系 Donville 嘅，佢有四房两浴室，今次仲有拍卖嘅，一阵咧就会同大家介绍。有出过去睇楼嘅人都知道，一般咧啲楼宇开放嘅时间大概系30分钟，你用30分钟嘅时间要睇晒成间屋，又要拍片，又要讲解，都唔系咁容易噶。所以咧，我都尽我能力去将一啲重点嘅消息去话俾大家听。首先，亦都再次声明，我唔系啲咩老师，亦都唔系房地产专家，亦都唔系一啲 builder， 更唔系一啲叫测量师。我系纯粹用买家嘅角度去睇呢间屋。今次咧，我都会继续咧可以尝试去将呢间屋嘅优点同缺点话俾大家知，等大家去谂谂。嗱，头先提咗间 townhouse， 咁啊，今日咁啱呢间咧系我哋今日重头戏。就是一间四房两浴室的屋嘅，佢今日开卖嘅。今集咧系一个预告，呢间屋系位处喺 Donville 嘅，佢有四房两浴室嘅，佢嘅意向价系130万至到140万要拍卖嘅，咁大家留意一下嚟紧嘅片啦。多谢大家收睇啊，记住俾个 like 啊，同埋订阅我嘅频道，揿埋钟仔。最好就有埋留言同分享啊！拜拜。